伯伯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你的病治好，就算是把这个家卖了，我也要治好你的病。我现在就去借钱，你在家等着我。哎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快进屋。走弟。娜娜。哎。咱弟来了，快给你倒杯水。啊好。弟啊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阿红来了。哎。来快喝水，等咱聊了，我去给你做饭啊。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的了。哥，那我就直说了，你弟妹得了胃癌，现在急需要20000的手续费，我寻思上你这儿看看能不能借点钱给我。弟啊，真不凑巧，我下月就要买车了，这个忙我都真帮不了你。哥，你看俺你那车能不能晚点买？你弟妹这病实在是拖不起啊。弟啊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车的定金我给你交了，下月要不提车的话，定金都退不回来。哥，你就看在以前我供你读书的份上，帮我这一次吧。你定金算我身上，等来年买了苹果，我双倍还给你。弟啊，这个车我必须要买，我非常喜欢。这样吧，我这有1000块钱，你拿吧。大勇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当初雨果不是恁爹不放弃学业供你读书，你现在能过得这么舒服啊？太没良心了你！因为这病能拖吗？嫂子，你别激动，俺哥肯定有什么困难，我喊我孩子上别的地方再给借吧。阿蒙，你别动，我非得今天替你教训教训你。你忘了吗？当初恁爹为了供你上大学，自己在家种地买苹果，挣来的钱一分钱都不舍得花，全部都给你了。而你呢，你这个当大哥的倒好，现在有人工作了，挣钱了，你就把恁爹给忘了，连乌鸦都有反哺之心，你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呢？我怎么当初能看好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？老婆，你说的对，要不是当年俺爹供我上大学，也没有我的今天。爹，哥错了，车我先不买了，现在就带你去银行取钱给弟妹治病。走，爹。开了，啊，小金，10000块钱，行了，干一顿。我这就过去吧。哎，姐，问一下公务员怎么往那边走啊？啊，弟，你坐会出去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病危通知书，这是人家的救命钱。哎呀，管他什么救命钱，钱都到手了，还有还回去道理啊？就是啊，哪有这样的小偷？你还得把钱还回去，你是有病啊？不是啊，你听我说，
咱虽然是贼，但是咱的良心没有养狗吃了。如果咱们拿了这个钱，人家的病治不好，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这个家不就散了吗？就是因为咱们拿了这个钱，那咱们的良心不就丧尽了吗？松下。哎，你等等，我的鱼鳍箱回来，你好，我这也有点。我这也有点。哎，闺女，这是你钱包吧？啊，是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这是俺妈的救命钱，谢谢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再见。
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没事，咱们一起干。